好，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Olympus L1 这台早期的这个底片底片机哈，然后它有这个原厂的这个背带然后它用的这个是这个 CI123A 的这个电池这边两颗你拿这个，我们相片有拍了哈，你拿那个硬币有没有硬币你把它弄开我们刚已经放两颗要测试的进去，你放两颗进去就可以进行这个拍摄。我刚刚有看过它这个对焦啊，这个功能都正常打开打开就是这边有没有 on off 这样就可以打开可以看一下让它这个对焦功能这比较特别你这个你要放入底片放入底片它可能才会这个动作好，那以上就是这台 Olympus L1 的这个视频谢谢。